宝贝，你跌倒了。妈妈，等一下啦，快点。你可以吃啦。好吃吗？好吃哦。你在干嘛啦？吃吧，赶快吃吧。可以吃了。你已经拿走我很多片了。你不要摇来摇去好不好？你可以去客厅了吗？拜拜。把它放上去吧，放中间。你要吃吗？我可以继续用一个吗？好啊，就是那个紫米的紫米冰淇淋。对啊，紫米粥，然后妈妈上面给你用一个香草冰淇淋。